大家好，我是迷之声。这是一个名叫 Mr. Masaji 马杀鸡先生的游戏，也就是按摩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一个用手柄玩的游戏。然后看我直播的人可能知道，我最近迷之声最近买了一个这个 Xbox 的什么，是叫精英级手柄吗？但是很少有机会用啊，所以看见这个用手柄的游戏，我就试着买来试试看。好，看一下啊。是的，这个传说是一个，等一下，我这个手柄是有限的。是的，他这边说怎样按摩呢？第一步，摆出一个英勇壮气的姿势。第二步，把你的手柄放在你的脖子或者其他的地方。第三步，你就可以放松，让你的这个手柄新朋友来给你把你的烦恼全都给按摩走了。那如果我这个有限的话，岂不是就不能到？等一下，嘿 ，Johnny， 你个死鬼，我是你的老伙计 Oliver 啊！那这个游戏可以用手柄。大家好，这是一个用手柄玩的游戏，但是操作不能用手柄，好像是鼠标的。好的，我只有一只手指，还带了一个金钻、金戒指。听着，叶还这么年轻，我们也很年轻。没错，这个 night is young 呢，就是时间还早，天色未晚，夜还长，你也很长，你是不是很喜欢按摩？对了，来，我们就打开这个叫 Linger 的 app， 然后，我们来看看能不能勾搭到什么约会对象，愿意给你这样的一坨翔来做按摩，是的。你得到了这些 massage 之后，你就成为了不起的 massage 先生了。所以呢，好吧，这就是应该是一个仿 Tinder 的这样一个 app 啊，就是滑来滑去就可以滑对象。据说我们这个主角身材不错，长相也很有魅力，虽然我们只能看见一根灰色的手指，但是智商不行。可是你有这边最好的搭档 Wingman 呢，就是指搭讪的时候跟在你旁边为你助攻的那个哥们。好的，不要让我失望了，死鬼。好的，我们看一下，我要先看一下我的，选一张图片，瞧你22岁，我的信息，我是最好的倾听者，很懂得自己内心的感受啊。你看我的手机上有一个性感的人，等，那只是我而已，这个一定是 standard 攻击。好的，我们来一下，看一下对方啊，我是一个新人，我只是想要认识新朋友。好的，这个是我的经验对吧？这个是对方的经验吗？这个名叫 Riel 啊，这会不会是一个？好的，这是片头吗？好，这算过场动画吗？随机啊，斗智是55。如果男人说他们在约会的时候没有什么可穿的话，那其实是他们刚刚，这个游戏好像有点成人，刚刚宣泄过，自己宣泄过。好的，乔尼在一个非常奢华的这个大虾餐厅里面，他的约会对象刚刚到。你好，我的名字是 Riel。但是大家都叫我秃头，这是什么梗？其实呢，刚刚我在门外窗外已经看了你很久了。你看起来和你这个照片一模一样啊，我就喜欢你满头飘逸的金发。刚刚那个照片上好像没有头发。选择一，你刚刚是在外面跟踪狂我吗？选择二，妹子你看起来真棒。你好秃头，我的名字是 Johnny。 你好呀 Johnny， 说一点关于你自己的事情吗？哎呀，我要去上厕所了，马上回来啊！我能用西班牙语数到三啊，西班牙语数到三， Uno Uno 我知道是一，第二个是 Duo 还是什么，第三是不对，忘了，应该也是 T 开头的吧。好啊，但是女士优先，先说些关于你的，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
这个妹子虽然看起来有一点跟踪狂倾向，但应该问题不大吧？毕竟是第一个选项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获得了一个，这个应该就是胜利点嘛，按摩点啊，你真是温柔呢。嗯，我正在学习心理学，还在第二学年，但是我喜欢跳舞。哎，你喜欢桑巴舞吗？哼，我当然喜欢桑巴了，桑巴是吃的东西吗？桑巴 baby。 要选这个吗？他也开始桑巴桑巴桑巴桑了。哎，我还要继续和这个吗？那么哪一个才是正确的桑巴方法呢？邦邦桑桑桑巴人，这个 IUM 的结尾呢很像是什么元素？还是这个桑桑桑巴巴，还是这个桑巴巴桑桑桑巴？他也开始没完了，没完了，看来只能哎，出事了！你们两人不停的桑巴的嘶吼声，在餐厅里面导致了一股暗云，里面有许多小小的、微小的黑虾出现了，他们冲进了厨房。哎，刚刚那是什么？发生什么了？你有没有看见那些黑虾？哎，我看见了，我们应该赶紧逃离这个地方。哎，我想去摸一个，好萌啊！我想知道他们藏起来怎么？这个游戏的展真的没问题吗？什么？你不害怕吗？嗯，他们是有点萌了，但是看起来他们有点害怕的样子。喂喂，哎，手柄震动了。是哦，我知道了，他这个意思就是你玩的时候就要把这个手柄放在你的肩上，对吧？哎，但是我这个有线，真的不会掉下来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有一个兜帽，我用兜帽把它兜起来，兜到我现在戴着耳机，兜起来啊。好的啊，你看你这么勇敢，人这么好，还这么温柔体贴敏感。嗯，我想更好的、更多的了解你。这样，我们要不要来玩一个可以增加互相理解的游戏呢？哎 ，Netflix and Flirt 啊，这个是英文里面一个梗嘛，就是说 Netflix and Chill。Netflix 呢，就是美国一个在线看影片、看电视剧的一个服务嘛。然后 Netflix and Chill 呢，就是跟人说，哎，我们约会，要不要来我家一起看看美剧啊？什么也不做呢？当然了，后续肯定就会发生些什么。那么这边的话呢，它就改成一个哎，看看 Netflix， 然后调情嘛。这样问会不会导致对方不开心呢？点点点。嗯，哎，他说为什么不呢？哎，我还挺喜欢你的哦，是因为刚刚好感度比较高吗？嗯，那我们就 Netflix 一环，然后看看能不能勾搭到吧。听说有一部新剧叫做《奇怪的东西》。今晚就在现在放，我们去吧。什么？虽然我们还是打到了两颗星。哦，我不知道这个话筒有没有，还是在这边退出就可以了。好的，原来这是一个教程。我们获得的这个按摩强度两颗星。OK， 这是教程啊。那么我们只要换人就是选这里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这边还有设置。啊，可以把，如果你觉得对话的时候对方的那个声音比较夸张的话，你可以把它关掉。我们来换个人吧。Nico， 这是一条狗准备要蜡翔的时候，哎，这个是一颗星，也就是说我现在经验两点才可以勾搭它吧，不然的话，哇，十五颗星，十颗星，三十，这没问题吗？你们没问题吗？哎 ，TSC， 好吧，来，我们选个一颗星的，看一看，寻找赢家，不要抱怨，嗯，喜欢打猎，
喜欢做拉拉队员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哦，在林子里面，野外，夜深半夜的时候，他想要和乔尼分享他最喜欢的爱好，小爱好。什么？这居然真的是个……好吧。啊，乔尼，你来了真是太好了，这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啊，我知道开车过来这边挺远的，但是一定会很值得的啦，你等着吧。你开心吗？兴奋吗？哇，人狼哎，会说话啊。你好啊，妮可，但是我们现在在哪里呢？我们选第二个吧。这是我的地盘，我的地点，我的庇护之所啊，我的藏身之处，这是我唯一能感到自由的地方，我对自己感到开心的地方啊，我只要没有空的时候就会来了。刚刚这个应该是正确的选项，所以获得了一点。嗯，这里呢，就是我可以大声说出自己最大的恐惧和最大梦想的地方。这里是我的一部分，我也是这里的一部分。什么？这真的没问题吗？自动增加了这么多按摩点。嗯，在这里呢，我可以和我的内在内心对话，我的外在和我中在说对话。我们说的还是这个森林吗？哇，这个地方果然对你很重要啊，妮可。如果我们想故意搞砸的话，当然也可以。谢谢，当然啦，很高兴你注意到了这一点。这里呢叫做黄色橡树林，嗯，去年呢还被确认为国家公园哦。我是在这里长大的，哎，自从我还是一只小狼崽的时候，我就在这里追猎、跑、奔跑，啊，好怀念啊！这个地方的味道闻起来非常的安慰狼心，你觉得呢？你能为我描述这个味道吗？嗯，这边是那一个 Nirvana 的歌 ，Smells Like Teen Spirit， 是 Nirvana 的歌吗？哎，你是小狼崽的时候一定很可爱吧？我当然是最漂亮、最可爱的小狼崽了，是黄色橡树林历史上最漂亮、最可爱的小狼崽。我知道呢，是因为我妈每天都告诉我，你妈不会是大灰狼吗？哎，嘿嘿。哎，你这边掉了一条线啊！你说了一句台词啊，我很喜欢，我也喜欢你闻起来的味道。哎，我们会不会，如果得到太多的话，结果反而是差结局被吃了？你有没有闻过能够让你想起美好回忆的味道呢？说起来倒是蛮多的吧，因为不是说人会有通感嘛，有的时候闻到味道就会想起一个场景什么的。尤其是比较有特征鲜明的那种味道，比如说什么香蕉水啊，或者什么汽油味啊，或者说是一些蜡笔的味道啊。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有一些蜡笔啊，还有那个小学时候教室里面的那种味道，能让我回忆起当初。是啊，闻到苹果的时候想到妈妈。这会不会是一个老女香辛料的梗？我闻蜡笔的时候想到他什么？真的有啊！打嗝的时候想起澡，我要选这个啊！我也是。那么你最喜欢的蜡笔的味道是什么？咦，旁边有只小松鼠。于是他跑去追松鼠了。啊，这个松鼠好快啊！胖胖的，还有毛茸茸的白尾巴。啊，我一定要去追它。于是他又去追那只胖松鼠了。呜，好可惜啊，差点就抓到他了。他有经过这里吗？你看见他了吗？是啊，超大的，可能有狂犬病之类的。不，没看到。你没事吗？你没其他事可以做吗？这怎么感觉三个都是坏选项？没有，你没事吗？哦，没事。我才不是没事呢，我超赞的感觉啊，我在这里超开心。嗯，可能你没有看见松鼠是因为你的眼睛没有我的那么好啦。哎，在深夜的时候这么没用，感觉如何呀？一定很糟糕吧？啊，很糟糕。我想和你一样，我在深夜绝对不是没用，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的话。哎，那这是该强势一点吗？
他不是喜欢赢家吗？但是能存盘吗？没有存盘功能，没有存盘功能。哎哎，跳出来了吗？是，我是个赢家，哇，我也想看这一点，绝对想看，或许你会让我惊讶。总而言之，我挺喜欢追松鼠的，说真的，我可以追一整天松鼠呢。啊，我真的要去摸一摸那些小小的毛茸茸的尾巴。有一次我还是小狼崽的时候啊，有一次啊，有一棵很大的树，有很多很多的小松鼠，我想要去爬，但是啊，当时我太弱小了，还是太害怕了呢。嗯，是害怕吗？还是没有呢？嗯，总而言之，我点点点，哎，松鼠，还有去追松鼠。哇，我摸到了啊，真是最毛茸茸的东西了。这个虽然很大，但是呢，有褐色的尾巴啊，毛茸茸的。我想要更多，他又去追松鼠了。这就是你的人生了。哎，好像有一只鸭子在被追，真不敢相信。明明哦，松鼠和我之间竟然有一只白白的很蠢的鸭子。哼，虽然我是很喜欢鸭子啦。他们这个应该是这个什么来着？哦，他们超好吃的。但是呢，我想要抓它，它却飞走了。哼，明明快要抓到的时候就被飞走了，差点就拿到了今晚的晚饭了呢。我喜欢鸭子，开玩笑般的，这个发出呱呱的声音。松鼠你也吃吗？我觉得这个会是雷点。鸭子，这个问题就麻烦大了。你被人狼袭击了，安息吧。再来，我觉得挺好的，还是倒是触发了之前说过的糟糕的事情了。我觉得问吃松鼠也会是坏结局。我也喜欢鸭子，我也喜欢鸭子，它们超好吃的。对啊，鸭胸肉如果做得好的话，真的挺好吃的。而且大多数时候也挺好抓的呢。你看，我连骨头都不用啊，不是，吃的时候连骨头都不用留下啊，整个把那些好吃的鸟儿都吃下去了。你这么大，这么有男子气概，你也喜欢猎鸭子对不对？我一般是在那个虾的餐厅里面啊点的，这个是也就是那个陈什么鸭胸嘛，就是加橙汁，算了，不管了，不。但是你如果可以教我的话，会很好。哎，我喜欢你的这个啊气势，如果能够教你在野外狩猎鸭子的话，我会很荣幸的啊，你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总而言之，啊，首先呢，你要追小松鼠，我可以教你哦。我开始感觉你有点神经病了，所以我拒绝。我还是想要先学怎么样追你。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们选这个，哈哈，想得美。但是追我可是很简单的，追上我，抓上我，抓到我就难咯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做的经历呢？可是你还是很想学的嘛。那么来吧，首先狼嚎，来做一个狼嚎吧。啊，第二个是哇塞，第一个是这是法语的骂人话，这个狂嚎一声。哎，干得漂亮，你好，你吼得真像啊，你现在应该感觉自己浑身充满了力量，你感觉到了吗？我感觉到了一些东西。鄙人下面有些东西在动，你是这个意思吗？我很强大，太完美了。准备好抓这些毛茸茸的尾巴了吗？三一二三，点点点，来抓我哦。哎，还是两颗星吗？我把我的脖子旁边的这个手柄拿到话筒旁边来，让你们听一听，它还是有节奏的呢。
好的，这个游戏啊，我之前看宣传片的时候看到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展开，好像对象还有什么蛋黄酱之类的，不是很懂。难道真的要把这个游戏的视频做下去？总而言之，哎，对了，说起来，第一次那个黑虾会不会就是死亡结局呢？我要试试看，想要摸一摸这些小虾。好的，玩什么游戏呢？关于猜东西的，来试试看嘛。真心话大冒险，真心话，嘿嘿，好呀。你最奇怪的习惯是什么呢？我喜欢在冲澡的时候撒尿，我喜欢假装自己是只猫，看窗外来往的人。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较可爱，哈哈哈！你什么？我想看看这一点啊，既萌又有点吓人呐。来，交换，真心话大冒险。我会说，哼哼，我选择真心话。你相信一见钟情吗？你喜欢按摩吗？如果你的名字是 Real 的话，为什么你的朋友们都叫你秃头呢？其实挺蠢的啦，朋友们认为我新交的朋友呢，有点就是人来熟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开我玩笑了。总而言之呢，我还是挺喜欢结交新朋友的，而且也喜欢帮助他们。所以呢，他们叫我秃头，是因为我的名字 Real 和秃头连起来是 Tutorial 教程，新手教程的意思，明白了吗？那么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怎样按摩的教程呢？好啊，强尼，我会很乐意的。走吧。啊，你干得漂亮。好的，三颗星了。这个就是。好吧。总而言之，这就是一个把手柄放在你想放的地方，然后打游戏看看能不能拿到高分数的游戏。今天的实况就到这里了。我们现在有一个交友名单，这边呢还差一个三星呢。我们严肃的把它当一个看展开的游戏来制作吧，怎么样？这个震动说到底只是细节而已。那么，如果是分期做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把这个。如果分期做的话，我们还是应该把这个展开看一看嘛。但是，老实说，这其他的选项都只是负面选项而已。我想知道怎样才能选到正确的那一个路途。我觉得这个对话当中呢，其实很可能和最终结局意义不大。虽然有可能是需要前面都选对才能进入到正确的选项，但是也有可能，这个。只是在游戏的过程中让你可以多震动几下而已。如果说追松鼠的时候说眼睛不好的话，我就选想要变得和你一样。我可是人狼的，那么我也咬你一下，把你变成人狼怎么样？哈哈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但是或许我真的有点想要咬你哦。那么总而言之，好的，看来这只是中途的一个。你若选居然是个会说话的人狼的话，会说你这个种族歧视。我才不会吃松鼠呢，我只是喜欢追而已。然后宠爱他们，摸摸他们，扭扭他们，把他们起名叫乔治。你看，我可不是坏人狼啊，我只是玩得比较粗暴而已。追松鼠是不错的练习，可以用来学习追猎其他好吃的动物，比如说鸭子啊，浣熊，还有没人看管的小孩子。什么？哎，我有主意了。什么？想要追你，还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这样想吧，如果有僵尸末日发生的话，根本就没有吃的，没有水，超市也关掉了。然后因为有僵尸嘛，突然之间你饿了，你可能是在林子里，因为僵尸大多数是在城市里面。你如果想要在林子里面吃东西的话，你会吃什么呢？微微一笑，假装你懂了，发出鸭子的声音，这个
会出事吧？对，你当然是追猎，比如说鸭子或者鱼啦，然后你就要练习追松鼠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明白了吧？嗯，再问一次，在我的地盘追松鼠要加入吗？好，我打赌我可以先碰到一只小松鼠哦。哈，怎么可能？嗯，我的腿很强壮，来吧，首先开始。好，我下面有点的什么酷日，他不喜欢。嗯，明明想和你追猎的，你先走吧，直接被拒绝了。可惜没有终极点啊。好的，在追松鼠的时候我们试试看选择。你就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吗？他说没事的啦，我就是喜欢追松鼠啦。你没注意到的话我精力过剩啊。嗯，朋友们总是告诉我待下来停着不动，但是我讨厌停着不动了。有的时候你是应该不动。哎，那么你平时做什么呢？是和精力相关的吗？哎，挺不错哦，所以你才看起来身材这么好吗？很棒哦。哎，我看起来身材好吗？谢谢你哦。嗯，可能是因为我到处喜欢乱跑乱追吧。你喜欢跑步吗？不，但是我愿意每天和你跑，每天我都愿意。如果是你的话，我随时愿意可以和你跑。是啊，我举重的时候就会跑，每周两次。哦，我就喜欢能和我一样，锻炼自己身材的这样男人，你知道的。嗯，身材好的狼可以追到小松鼠。说起来，要不要我们现在就练习一下？我知道最完美的方法。我喜欢松鼠，我也喜欢追松鼠，所以呢，第一个能摸到毛茸茸松鼠尾巴的就赢了，怎么样？来吧，我很兴奋。我会赢得什么呢？就不能普通的约会吗？谁知道呢？嘿嘿，或许你会找到的。准备好了吗？我生下来就准备好了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哈，开始吧。还是不行。我是圣卡出场大学的狮狼队的吉祥物，他们是世界上这里最好的足球运动员啊，美式足球运动员。哇，吉祥物吗？顺带一提，作为吉祥物有很多人很爱慕我，甚至被我咬的人，哎，他们都喜欢我，我有很多粉丝。甚至我还和一些粉丝约会过呢，可是他们发现我其实并没有穿着戏服的时候，他们就慌了。当吉祥物还挺难受的呢，你知道吗？挺艰难的呢。但是和那些 loser 们不一样，你完全没有慌，所以我好开心哦。我有点喜欢你哦，乔尼，你要不要到我的洞里来啊？我可以给你展示一下我的啦啦队的技巧。是，还是没能。但是这是一个不同的结局吧。我是啦啦队员，给人打劲加油打劲儿的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不是追球就是追场上的小孩子了。有的时候我会咬对方的球员啦，可是都是为了开心嘛，没事的。好的，这还是刚刚相同的对话。有的时候你是应该静下来。不不，才不是呢。你停下来，我走了。直接雷点踩雷。这个真的要看攻略才行吗？只有一条路线才能到达真正的。好像如果一开始这个种族歧视的话，虽然我是人狼，又不像是我会去杀绵羊啊，然后蹭人的腿咯。当然啦，我会蹭一些东西，可是现在还不想提哦。说不定你可以心胸更宽广一点，对于未来的约会对象也不要这么偏见，对不对？你说的有点道理。不，抱歉，我刚刚呢确实有一点失态了，不是不够帅气，抱歉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萌的人狼嘛。啊，谢谢，我妈妈也经常这么说呢。我非常注重护肤，尤其是我的头发，毛发。我呢是用蛋黄来洗我的头发的，然后，而且呢我是自己追猎抓小鸡来取蛋黄的。在这个世界上当人狼好辛苦的啦，尤其是做女孩子。男人呢见到我就跑，女人呢其实也见到我就跑了。
哎呀，约会的时候我运气真的超差的。哎，那么你最糟糕的约会对象是什么呢？那么要不要来试个最好的约会呢？好吧，那么这一次，等一下，啊不，我完全都没有最好的对象呢，至少至今还没有。哼哼，这就是我恋爱人生的这个总结了，没什么可说的吧，是有点可悲吧，所以我才喜欢一个一头狼独自在这个森林里面了，在这边追松鼠、猎鸭子，还有其他那些，鲜嫩的小鲜肉。说不定我现在的狼身是有点过于简单了嘛，不知道。那么要不要一起追松鼠？那么你住在这里的吗？好，我是住在附近的洞里的。环境很好，通风很好，而且呢也不用刷墙啊，很好的这个地段呢。如果有什么吵闹的邻居的话，通常只要去把他们猎杀掉就可以了。唯一的问题是啊，这个污水排污系统，因为我有这么多毛吧，所以就经常会堵塞住。我每天要除两次毛，但是掉毛真的太多了，所以超麻烦的，哈哈。但是作为这个超漂亮的洞穴豪宅比起来，交换呢这就是个小问题了。哎，什么一个洞？如果可以，你觉得帅的话，我也觉得很帅啊。什么？你每天要挂两次毛？绝对不要！嘿嘿，啊，你不介意我住在洞里真是太好了，我独立自主很开心，那有什么错呢？对不对？哇，今晚的你充满魅力，而且体贴狼心，所以你猜怎么着？我想要让你成为第一个我欢迎你进入我的洞里的，山洞里的男的。虽然一开始可能会有一些潮湿，但是里面很温暖啊。这个对话肯定是故意的。然后就在这时候，我楼上开始装修了，这是电钻的声音，不是我手柄震动的声音，简直。来吧乔尼，我来给你做一个马杀鸡，用我的尖锐的爪子哦。这莫非就是三星吗？说不定后期的时候会发现这些音啊，这些声音，震动的声音完全录不下来。好的，楼上又开始装修了。总而言之呢，它就是二星和三星呢会有不同的这个按摩的组合。比如说这个组合的话，好像就是一开始有点慢，然后呢剧烈震动一下，然后有一个全方位的。算了，你们想体验的话自己去体验嘛，我都已经把正确的通关方法告诉你们了，对不对？今天这个教程官和卷尾巴这两个妹子之后就把这个实况给做下去，大家再见。那么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迷之声，我们